还痒痒吗？要讲方法了哦。来下一个仔仔。谢谢了，怕痒痒吗？他不怕痒的。还有的小朋友他都要大人陪着玩了哈。好了，小宝宝，爸爸在这里呢，爸爸陪你玩玩具好吗？你在哪个玩一下？玩玩具他就不哭吗？对啊，听到这个声音他就不哭了。他需要运动。爸爸，给弟弟帮忙摇一摇来，来，他要吃吃来，爸爸来，还可以吃吃，谁在？来了，来帮我们摇一摇来，他要摇来摇去。我就好了，你爷爷。我回家。我回